小心怎会唱你夜迷。我同阿 Shirley 最难忘相处就是，我想我记得是很久的了，你有没有试过去 Shirley 家冲凉呢？我试过了，犀利啊这个。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，我家突然间没有水，那我就打给个朋友，我原本就去那个朋友度冲凉的，那就啱啱呢他就跟 Shirley 就即是在踢緊啦。喂，那 Shirley 真的很好喎。喂，不如你我那冲啦，使乜去你那咁远啫，去到咁好开心，哇，去偶像屋企冲凉喎，真係有冇人听过先。咁好热情咁招待我。我都多谢 Shirley 收留我呢个露宿者。因为其实我对 Shirley 是一个，我觉得佢是一个几有情有义嘅一个朋友嚟。佢優點係，我覺得佢有自己嘅諗法咯。呢個係其實係好嘅，即係唔會話人哋講咩，佢啊係得咁樣。我覺得佢呢樣嘢有自己嘅決策啦，有自己嘅決定啊，或者有自己嘅思想啊咁樣，呢樣嘢都係一個優點嚟嘅。嗱，你要我揀關淑怡嘅一隻最好聽嘅歌，真係好難揀。如果真係要揀嘅話，我會揀《難得有情人》，因為其實呢隻歌對我都有啲淵源。因為嗰陣時候我參加新秀嗰陣時候，我係參加《難得有情人》，咁同埋呢隻歌係非常非常之受歡迎嘅當時候。呢只歌而令我入咗寶麗金，認識到關淑怡添。我諗呢個係緣分嚟啦。咁所以如果 Shirley 可以再唱翻嘅歌，再演繹翻嘅歌，就非常之好啦。佢把聲好獨特啦，同埋我好中意啲氣聲啊！我真係想諗，我成日想問阿 Joseph 佢係咪飲可樂？飲可樂然之後去唱我真係唔食太多豬腸。唔係我改嘅，嗰時候 TVB 歡樂今宵改嚇，即係佢把聲係好獨特嘅，同埋佢係有佢自己嘅唱法，有佢自己嘅 style， 同埋我好中意佢有嗰個型格，嗰個 sex appeal 啊，好緊要，佢有呢個感覺。咁我諗其實每個歌手都係有一個定位啦，同埋一個佢自己嘅風格。Shirley 完全係做咗佢有自己嘅風格。如果 Shirley 肯唱我一隻我自己的歌，我覺得感冒不知道他會唱成怎樣，因為感冒都挺用力的嘛。你知道 Shirley 的歌是比較偏柔的嘛，如果感冒不知道他會唱成怎樣。時間令痛苦都已可，戀愛命運就像感冒，誰人又會受傷到老，亦難幸福到老，為何去时间令痛苦都已好，即系我唱得衰啊！唔知会唔会系咁样唱？恋爱命运就像感冒，咁我就系中意你咁样啊 ，Shirley。我觉得佢系好前卫嘅，佢谂嘢好，佢好跳级嘅。你同佢讲嘢咧，佢可以去到好遠，嗰、那個遠法唔係話我即係捉唔到啊，係佢俾人哋諗前衞咗一倍嘅嚇，佢睇嘅嘢啊，或者佢聽嘅音樂啊，比我哋係進步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勤力嘅歌手嚟，咁同埋佢係不斷聽音樂嘅。作為一個歌手係應該係聽一啲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，咁 Shirley 係做到呢樣嘢嘅，佢係聽不同類型嘅歌。咩歌？法文歌又有啦，德國歌又有啦，咩歌佢都聽嘅。我記得星光再戀嗰只顯現星光下咧，係一隻法文歌嚟，係佢聽翻嚟，然之後做即係cover version 之後咧演繹翻嚟。我覺得啊，呢只歌真係好聽。咁所以我覺得 Shirley 係即係對音樂嘅熱誠係非常之係好堅持的。我想我會做一些我想是生活上面的事情，我想我會跟他走海灘，再去一次去他家洗澡，即是他不介意。 我想我想做一些很得意的事情。熱力士八烏笨不笨，我記得是草蜢、我、Shirley 和小維
嗰陣時候喺 TVB 一廠嘅連續三 day， 我係一個跳舞一個最失敗嘅，你知道草蜢啊，唔使講嘅，一睇就識嘅啦。我覺得 Shirley 有一個，除咗佢音樂上面係聽歌潛能之外，佢成個 body language， 佢嗰個身體嗰個音樂感咧係好犀利嘅。你見佢喺台嗰度咧，你見到佢嗰個節奏感咧係好強。佢喺個台度咧，佢好易發揮到佢自己嘅專長。佢唔需要可能唔需要有排舞老師教佢，佢自己都可以有佢自己嘅style 去跳嗰隻舞嘅。咁所以喺嗰日，即係喺嗰個拍攝當時咧，我同小維咧係比較弱啲嘅，因為當時係臨急抱佛腳去一路睇個排舞師，我哋一路就喺度跳噶嘛。咁佢哋 pick up 得快啲，我哋啲新人嘅 pick up 得慢啲噶嘛，大佬啊！我好記得嗰時係最開心，真係好開心。Shirley， 真係噶，我覺得你快啲啦，開翻演唱會啦，即係除咗你出依個 high 翻碟之外咧，都希望你會出即係個人嘅演唱會。我已經等到即係頸都長到唔知去到邊度，我一定會支持你，因為你係我即係由第一隻碟到而家咧，我係冇 miss 過你任何一隻碟，係啊，因為我好中意你嘅唱法啦，你嘅唱功啦，所有嘢啦，唔希望繼續努力啊 ，Shirley。